如果让您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明这个电竞跟打游戏的区别，您会怎么说呢？简单来说，电竞和打游戏的区别，一个是为了自己开心，一个是为了要胜利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区别。第一，从本质上它是不同的，一个是体育项目，一个呢是一个生活的娱乐。第二个呢，对于参与者来说，就是选手。一个呢，对于玩家来说，只是为了开心去放松，而对于选手呢，他可能已经没有快乐这个感觉了。他们更多的是刻苦的训练，每天有规律的去训练，去解读比赛，甚至会有一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一些损伤，变成了职业病。电竞可以说是小众的竞技，大众的娱乐。真正站在这个金字塔巅峰的顶级选手是极少数的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电竞这个还是一个更偏向于体育运动这样的娱乐项目。